没起火，当时厂里没起火。厂里没起火，但是爆炸了。哎，爆炸是外面嘛？爬在厂子后面的山上。哎，我叫他们快一点爬，爬得越高越好。你们几个人？我记不清了，好像很有几个人吧。都有的头蒙起来了，有血嘛，都有的是脸上，都浑身都是血。你自己是什么症状，什么感受？我背上有个洞，反正我看不见，流血流得不得了。然后你们跑到外面后面的山上之后，最后我们爬到山顶了，看到全部起火了，好大的青，那黑烟谢谢。哪里起火了？应该是外面电瓶车这些东西吧。当时闻到什么味道？或者没闻到，那时候浑身我的浑身都是血，自己流上来流的血，血味。是血味。血味。然后自己来医院了。坐车坐到那个物流中心那里吧，抖车嘛，过不来。还坐车？打车还是？一个好心人送的嘛。好心人送的。啊。